欢迎回到神的家。今天是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，也是我们的宣教月，让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。来临的星期五晚上七点半，在多恩圣殿将举办一年一度的幼儿园毕业典礼恳亲会，请执事们及弟兄姐妹们踊跃出席，给予鼓励。另外 Church Gang 将在星期六早上引爆，所有报名参加的弟兄姐妹们在当天早上7:45准时报到。嘿，青山崇拜下主日是宣教庆典即联合崇拜，因此呢，我们青山崇拜将联合主日崇拜一同在星期日早上10:00在多元圣殿聚会，请所有人准时出席哦。今年的佳音队，我们将走入社区，到教会福音对象的府上报佳音，因此鼓励弟兄姐妹邀请社区有需要的灵舍接受佳音队。重新登记是为了重整报佳音的名单，即日起请要接待报佳音队伍的家庭重新向于新恩执事登记。即日起开始招收佳音队队员，首次练习时间是11月24日晚上8:00在圣殿，鼓励弟兄姐妹们向黄国林弟兄报名。请寄望接受成人或婴孩洗礼、坚信礼和转移会友者，向牧师、小组组长或办公室索取表格。我们将在12月11日下午4:00在生命教育室上洗礼课程。今天接讯报告就到这里为止，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神的话语。愿神祝福大家。